随时出国都便宜，玩对国家就能省很大。我去年去加拿大工作，就在温哥华附近叫 Whistler， 到五月还是可以滑雪，下山就可以骑脚踏车，但是太多人，很贵，一个晚上15,000。现在可以找到饭店，一个晚上不到3,000块，差很多。对啊，请锁定今天晚上11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